Thank you.
小玉，小玉，冯大哥啊，看着我们家小玉了吗？找小玉着什么急啊？她自打落地就长在这码头几尺见方的地儿，还能丢了是怎么？哎呀，冯大哥，今年这端午啊，有朝廷御造的龙舟，进都的船只啊也比往年多两倍呢。关塞的百姓那更是不计其数啊，我是怕他要出什么风头。出风头啊？他要出风头，你能拦得住吗？真是。西秦引渭水，东洛建河图，深水夺珠者，智勇双全。试看今日谁能获此殊荣。快看，是小玉。是他了。我求到了。东方最具影响力的帝国。公元630年，日本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向中国学习汉文化。此后的200多年间，日本共派出了十几批遣唐使团，学习中国的文学、艺术、科技、农业。同时，中国还选派具有很高专业技能的宋使与遣唐使团返回日本，传授技艺。而这些宋使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在日本定居，再也没有返回祖国。回来了。嗯，我扶您过去。
娘，您先坐，我给您倒茶。院子里的花草已经长疯了，小玲，你去修剪一下。是。娘，刘婶和五哥呢？怎么没见他们呀？上京买东西去了。我听说，今天码头有龙舟竞渡，他们是去河边了吧？不知道，你别瞎操别人的心。娘，咱们也去吧，一定可热闹了。女孩子家家的，凑什么热闹？再说了，那河边，不是撑船的，就是贩货的，有什么好看？东吴本就是官民共享、阖家安康的大节，咱也出去走走吧，不然您总憋在家里多糟心呢。你也知道你娘糟心啊，谁刚才在这儿弹琴了？你父亲就是因为弹的一手好琴，被朝廷一指令下，所以那日本遣唐使东渡，这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散了。父亲棋艺无双，理应传道，而且。去日本也是奉诏前往，他一辈子就毁在这把琴上，你还要走他的老路吗？你别以为你娘什么都不知道。你父亲临行前留下的这些东西，我早该把它扔了，你现在还痴迷其中，将来你就是后悔都来不及了。娘，放手，松手！娘，
师傅。表演的怎么样啊？还好吧，咱们白天的戏啊就先演到这儿了。今天是端午，晚上呢宵禁开放，伙计们会在夜市上再给大家表演助兴。啊，你可以走了，让小姑娘再来一下。小姑娘，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哎，没有钱的就下去吧。谁说没玩意儿了？今天是端午节，承蒙各位乡亲父老抬举，今天就给大家表演一段没见过的。大家如果觉得好，就多赏几文粽子钱；如果觉得不好，也别狠了心去骂。小女子给各位献丑消暑防疫可不能大意。姑娘，你这药茶是什么配方啊？
果真有效吗？当然，菊花、薄荷、苦竹叶都不是什么名贵药材，有条件的话再配上槐花、葛花、金银花，夏季煎水每日服用，起个消肿散结的功效还是有的。这丫头知道的还挺多。你是外地来的吧？那姑娘祖传就是干这行的。小玉，听说了吧？今天晚上夜市开放。昨天就知道了，端午宵禁取消，你们怎么想的？那还用问啊，肯定要去，好吃的好玩的肯定不少。逛夜市也不看看自己身上几个钱，那去看看总行吧。今天这个夜市咱们还是逛得起的。姐姐你真有钱。姐姐我今天拼了命的从河里第一个捞上龙珠，还不就是为了能带你们俩逍遥游。上好的蒙顶啊，家里来什么贵客了？找你的，说是太医署的。太医署？你不就是今天早上在集市上那位？对，咱们是同行，我也是个医师。姑娘，听人说你妙手回春，医人无数，该不会只知道药茶的方子吧？不知道还有别的本事吗？不妨说来听听。那我就班门弄斧了。五行木水火土，阴阳相互平衡。悬壶济世术，家祖医圣张仲景，立志学医救百姓，巨著《伤寒杂病论》，传世天下中医魂。堂妹名小竹，自幼随父学医术，众人说我有天赋，能识万千药草木。莫问切，对症下药，从来不胡闹。药到病除，还到病毒，中医造世符。菊花、槐花、金银花，搭配葛花、木棉花，健胃消脂、生津止渴，夏季的药茶。藿香、连翘、荆芥、防风、桔梗、甘草、菊花、生姜、北杏、川芎，治疗感冒有显著的作用。苍竹厚朴化湿藕，或配砂仁二豆蔻，芳香辟秽化湿醒脾，效果绝对六六六。医圣传人唐小竹，勤学家族的医术，弘扬中医文化，造福世人，光宗又耀祖。是本真，金丝熟读《黄帝内经》，精心研习《伤寒杂病》，神针灼艾身上试，疏通经络人正气，凝聚毕生的心血，病论刻在竹卷里。波澜群书通晓筋骨，中方至宗群方至祖，坐堂神医妙手回春，悬壶济世一苍生。小心点儿，这可是太医署的东西。太医署怎么了？
咱们家还是医圣张仲景的后人呢。哎呀，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把咱们的家事总挂嘴边上。你爹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咱们的祖宗。爹，女儿要进宫了。进宫？进什么宫啊？奉太医监之命进宫听遣。您看这先生说的，由于端午时节太医院事务繁忙，宫中临时需要更多医师和人手进宫调制药茶药酒。不许你去，你懂什么？你才学几天医啊。爹，这可是为家族证明的机会啊。这个事情不需要你去管。你也老大不小了，以后爹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一辈子平平安安的。这宫里的水太深，这期间风浪和暗流不是你个弱女子能够承得住的。爹，您相信女儿，女儿也不愿咱们家一辈子没名没姓的混日子。快点啊，逛半天了，班主还等着咱们开戏呢。哎呀，着什么急呀、啊、逢着年节才有这样的夜市，早上的时候就有南北餐饮高人进场，都等着在这夜市大显身手呢。哎，那是什么？哎，你看那边。哦，快走。哇，真好啊，那边真热闹。哇，真热闹。反正咱们得快点啊。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四个大唐神都洛阳少女欣喜地看着眼前皮影戏里的唐宫乐舞，但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小舞台上的演出冥冥中预示着未来他们人生旅途将发生奇妙的变化。而宫里即将传来的 BOSS 直聘则会给他们一种从不曾想象过的命运选择。